好，准备哦。3, 2, 1，Action！骚扰你。我跟他在2个月前分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2个月内一定要交一个男朋友给他看。那时候说的是气话，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蠢。可是我今天接到他的电话，我还是……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到底跟我说这个干嘛、啊？所以你跟我走了一整个晚上的路，只是要找一个人陪你上象山，然后打卡上传，让大家知道，让他知道你有人陪吗？不要这样说。所以我就是那个麦香鸡嘛，随便答应店员点的麦香鸡。随便选了麦香鸡，可是麦香鸡还是可以很好吃的。我可能是听店员推荐，但要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再选一次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根本就不一样。你不用道歉啊。对不起。你干嘛道歉嘞？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只是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跑下车的笨蛋逛了2个小时的街而已啊！你干嘛道歉嘞？没有那样说。你应该要把握时间啊，快啊，还剩1个小时，2个月就要过了，你应该要再去搭个末班车，再掉几个发圈，快啊！